你好，妈妈骂马，妈妈种只马，我去放马，马输了只马，妈妈骂马，爱屋及乌。大家好，我叫艾丽莎，我11岁，我上6年级，我的家有5口人，有爸爸妈妈、哥哥妹妹和我。我的妈妈、外公外婆是中国人，我的爸爸、爷爷奶奶是泰国人，我是美国人，我在美国出生，我住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市。我的姑姑、叔叔、阿姨和舅舅，他们都住在泰国。我的爸爸和妈妈，他们都是商人。谢谢，再见。